说白天也播，注意身体。白天播的不累，没有晚上是我就把我白天干多所有事儿，没有晚上这一场累。白天那1个多小时，哎，一点也不累，带拉聊聊会儿天儿，讲啥也没有讲，咱们讲战略累，然后来兄弟们那个不消耗，那也不消耗啊，完我睡一会儿，这不就恢复过来了吗？好啊，兄弟们，开启今天的直播啊！哎呦，我白天吧，以后也反正不定时，先播一段时间，好吧？先播一段时间，反正也不定时。我这个起了早就播一会儿，起了早就播一会儿啊，兄弟们，白天播了啊，来把赞继续搂过来，把赞继续搂，兄弟们，感谢我淡月刷的穿云箭，感谢，感谢感谢啊，声音太低了，声音太低了，把你手机声调大点，好吧？要不然把你的手机的麦塞耳朵这块啊，这样就好了，好吧？来吧，兄弟们，开启今天的直播啊！最大了，这个七哥这也是最大了，我这也是最大了啊！我不能老喊呐，抻脖子喊呐。来，兄弟们，把赞来搂个30，来，兄弟们，上人啊！对，先提个大选的事儿啊，今天的重磅的，我往后压一压，我先说一下大选的事儿。老美这俩老头啊。这俩老头明面上的数据，七哥现在可以说特朗普是稳赢了，就是真正的靠选票，这个特朗普已经赢了，最起码已经赢90%了，这个不用质疑。连民主党内部对拜登啥没有看好的，又爆出来什么拜登的财团呢、资本呢，要把拜登替换呢，怎么样？反正网上发酵很多。这个按照选票正常流程走，拜登赢了就可以确定是下一届总统了，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全世界都看到了，这种事儿都搁这摆着呢。还有一点呢，不是拜登啊，这个董王啊，董王赢了，感谢啊，董王赢了，按照这方面走。但是呢，他有一点是啥呢？老登是不靠选票的，老登是不靠选票的，所以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说老登是靠着他的整个军工体系，他这些大财团的。他这个什么选票的这些玩意儿都能整猫腻儿，所以说呢，老登继不继续或者在民主党内部换不换掉他其实不重要。着重要一点，老登这个他现在这个人脑分离造成的，他根本没办法，就是他选上，七哥也板上钉钉的说，他肯定是造假选上的，肯定是这些势力集团给他推上去的。但是他即使连任，他也不能完成这几年。这是七哥说的，你别以为是七哥会算命，他肯定连不了的。但是整体看呢，他上来整个战略局势还是往下推的。但是呢，董王上来，这个世界格局肯定是有所改变的，这个不用想，一会儿我再说啊，一会儿我再说。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就是按照正常选票的这块来看。董王的确定性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董王一旦确定了，像德国今天德国都爆出来了，说建议民主党把拜登换了啊，就再换个人，说这玩意儿不行啊，这玩意儿辩论都不行，就是属于美国西方内部的确实担心他，现在都担心他呢，完了呢还担心董王回归，所以说呢现在的整体战略老美这块确实是很他妈危险。很危险啊，接下来的走向。但是呢，反而现在中俄是实际上已经不在乎了，他俩谁当不当，都那么回事了。中俄这边已经不在乎了，这个中俄一的大三角这个关系已经确立了，就是没有必要在乎他们了。那关键现在是在哪呢？现在就是法德日韩，英法德日韩这些，他们是最担心董王回归的。董王回归就容易摘桃子，在欧洲啊，如果说是他把利益让给俄罗斯，那就属于美俄把乌克兰给瓜分了，那样欧洲当完大冤种之后，又被鞭打一下子，又他妈啥都捞不着，这下欧洲就惨了，而且还上不了牌桌。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当中会相当激烈，欧洲的表现也会非常激烈。但是呢，欧洲唯一一个主心骨，从马克龙再到戴高龙，再到拿破仑，完了又回到马克龙，尼玛马上变成瘸腿龙了。你说这玩意儿玩的不的？
快他妈瘸腿了。现在民调显示勒庞已经超过马克龙了，现在正在选呢，议会正在选呢，大概率成为瘸腿龙了。扯他妈犊，玩来玩去自个儿给自个儿玩了，玩瘸了，这不扯犊子呢吗？以后自己说了不算了，如果上来他自个儿说了不算了，所以说这个事儿赌的成分很大，赌的成分他妈太大了。不管他自信与否，反正这个事儿如果说玩砸了，法国他变成瘸腿龙，对美西方内部，对欧盟内部，对北约影响巨大。这娘们儿一旦分摊了马克龙的权力，他的影响不亚于董王的破坏，你记住七哥这句话，哎，他不亚于董王的破坏。所以说呢，你现在你看着感觉风平浪静的，一上来法国的马克龙的一系列的政策整不下去，而且那货玩的是啥呀？他是玩民族主义的，他是属于极端的，极端的，整个极端派，而且他也不愿跟老美走的。所以说呢，这种事儿老美也容易没抓手，就啥呢？现在美西方是他妈什么玩意儿呢？自个儿内部现在整不明白了，还对外指手画脚的，这老登自个儿家都快人老巢的端了，还他妈指手画脚的，这他妈马克虫完了变成瘸腿龙了，还他妈支持乌克兰，这那全完了，那谁也是啊，加勒比茨也是说了也不完全算，所以说呢，这几个货要他妈凉，而且呢，苏纳克马上要被换掉了，所以说呢。这他妈战争干了两年多，俄乌这块把他们几个内部全他妈干老摊子了，所以说他们开完会最后他妈说了不算，人他妈干没了，大地整不好是打着打着给对手都打没了，他没打跟对手还没他妈往死里干没了，干他内部就给他们撂了，这事儿你这他妈戏剧性就在这儿，所以说欧洲一旦法国变成瘸腿龙，这个事儿他妈就好玩了，接下来就有意思了。所以说呢，从这整个战略层面来看，现在的美西方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一个人能就是扭转乾坤，站出来就说这事儿就我说了算，我老美这事儿啊，咱们接下来怎么应对，怎么对抗，怎么保住咱们美西方的利益、国际秩序，没有。就是他们都自身难保，这个场面是他妈的几百年来很他妈罕见的，而且马上就要发生，而且整不好他们要全玩特朗普化，都玩特朗普化，这他妈可热闹了。这接下来，所以说呢，从战略层面来看，他们真是不够打的。从现在整体来看，但是呢，上合可有意思了啊。据我现在了解呢，接下来到哈萨克斯坦啊，上合组织的有大帝卢卡申科、埃尔多安，咱家老大。现在就是我能小道消息，我看到的应该是这个集体去了。完了呢，白俄罗斯是八九成成为第十名上合组织国家。哎，白俄是咱家的全天候战略协作伙伴，咱有大帝的往里推，他是。基本上就进去了，但是三哥呢，甩脸子了。G7跑那块装大尾巴狼，G7给莫迪老先摆中间了，装把谱，给 G7集团装把爹。哎，这个上合这个好像是不好意思来了，不来了。哎，我操，这玩意儿好啊，对，他不来了，那不来了，那更好玩啊。那你看这几个人，而且埃尔多安要来开这个会，埃尔多安来之前说了一句话，说要跟叙利亚恢复关系。哎呦我操，这个热闹了，说我要等着阿萨德恢复，我要恢复这个关系，这不明摆着给中俄听的吗？中俄的中东的大宝贝儿阿萨德呀，那是他妈反美反霸权的硬汉呐，叙利亚战争硬挺到现在呀。埃尔多安这句话说完了之后，随后表示参加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战略啥的层面提前都玩完了，都是往这方面走的。
完了，最最最重磅的一个消息竟然没上热搜，竟然在咱家没产生很多效果，这也是公知二狗压着的原因。我告诉你有一个重磅消息，七哥告诉你们，没有什么新闻比这个重磅的。阿盟阿拉伯国家正式把珍珠党从2016年视为恐怖主义剔除去了。这才是大新闻，这他妈是巨大的新闻，这是中东大和解前提下集体干爆以色列的最后一步，这他妈是最后一步，这是中阿联合声明、中阿解放军军事培训班之后的又一重磅，这才妈是真正的他妈重磅新闻。而且关键是它是什么呢？这个点啥呢？就是阿拉伯告诉珍珠党，你不但不是恐怖主义，你他妈是神，你是神一般的存在，你能干以色列干的这么坚决，干的这么过瘾，打的还这么好，接下来你要啥我都有。所以说呢，必须在离以开大战之前把这些事儿全给平了，平了，对喽。所以说呢，以这方面来玩，他们现在啥呢？咱家给他们的，咱家是给他们主心骨，给他们敲膝盖。但最主要是啥呢？你们现在应该不计前嫌，必须一致对外。你们虽然一个逊尼派，一个什叶派，哎，有点矛盾，但不大，都是他妈的美英以给你们制造的矛盾。你们已经和解了，伊沙和解了，你们已经和解了，你们先把外部势力剔除完了，你们的这各种矛盾问题有我东大呢，你们坐下来好好跟我谈。但你们眼下的任务，你他妈给我拔钉子，你给我干小乙，你他妈敢他妈左右逢源，我整死你。所以说这个才是重磅新闻，这个事儿提出来，因为啥？我就跟你说，很多人不明白咋回事，阿拉伯怎么还给他妈珍珠党定为恐怖主义？以前阿拉伯是逊尼派嘛？这珍珠党他们，我跟你说这块是啥呢？黎巴嫩的珍珠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革命卫队、也门，现在他们这几个啊是什叶派的代表，都是能打的抵抗之狐这一些。完了，哈马斯呢是属于逊尼派，哈马斯属于他这个里边的，对，他们这都老逊尼派，属于他这里边的。所以说，之前呢，美英以色列给中东搞分而治之叙利亚战争的时候，美国就把他作为大后方。那个时候，最后美国叙利亚战败，中俄伊咱家出钱，俄伊出兵，把他们撅出去了之后，这才有现在的这些所有的事儿。所以说呢，现在他俩联合了，就要联合的彻底。这是阿盟释放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而且美西方报这个东西，他们也是压热度。所以说美西方选择视而不见，这就是老美在与沙特什么签所有的所谓的安全协议失败之后，完了联合声明跟咱家联合声明到现在剔除珍珠党这个事儿，这就已经板上钉钉了。伊朗在联大已经明确告诉美国跟以色列了，如果胆敢跟珍珠党开战，所有抵抗之狐全部奔赴前线。实际上现在就啥呢？七哥这么说吧，现在是打嘴炮环节挺狠，但是我告诉你，这边咱这边可没打嘴炮，咱这边是付出行动的。伊朗革命卫队、伊拉克的革命旅，现在很多顾问呢，各个方面顾问团呢，军事专家全部派往珍珠党，全派往黎巴嫩了，全过去了。而且咱家的维和部队新一批次的也到位了。完了呢，还有一点，阿拉伯这一帮也都提上精神了，军事各方面也开始了。所以说呢，现在这边都是开始动作，就等着以色列，赶紧来，大家好干你。但是呢，反而内塔那边呢，天天叫抓的。今天我看了一天没啥动静，
没啥动静，都是那帮他妈的大舔狗大公知说以色列今天又派多少，明天派多少，今天又干明天不干的，但是实际上是真主党一天天天干他呢。但是呢他那边还没啥动静，没啥动静原因是啥呢？跟老美谈的，跟老美谈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老美想不想打的问题，是打了能不能打赢，这是老美要去考虑的问题，你要明白吗？老美不是说的啊，打老美肯定是打的，如果打赢了老美不重新震慑吗？但关键是老美他们被逼到这里，老美是怎么打，就是关键现在空中你能不能占着优势。老美担心的是啥呢？一旦空中跟海上力量一旦被得到高端高精端武器的抵抗之弧给破解了，这他妈对老美来说就完了。老美怕什么？老美怕军事神话被摧毁。你这航母跑了，你的军舰战斗机上来，万一狂狂给你打下来，老美你怎么办？这个是极其被动的。而且你美国以色列的优势就是空中，就是空中。所以说，但是你空中不管怎么打，你最终你想征服真主党这东西你不用想，得地面，就跟加沙哈马斯似的，你得上地面，但地面部队你也不好使。所以说这张力战争他们想不想打，那嘎嘎想打，气得牙痒痒。那肯定的，老美这几个月被揍成啥样，那他妈的那以色列不也是吗？到现在拿不下来，那加沙拿不下来，想不想打？肯定想打，那100%想打。但是怎么打这个是个问题，因为现在看到你妈的现在他俩去好像就光杆司令，就他俩真正能付出行动的就地美国以色列，英国顶大意思出点海上啊，法国德国跟着摇旗呐喊，但你妈这边可不是啊，这边他妈好几十国，现在大三角坐镇，伊朗后边坐镇，前面抵抗之弧还有20多个阿拉伯，20多个阿拉伯，你拧成绳，你要钱出钱，你要啥出啥，你妈的这仗怎么打？战争本质上就是消耗，但是你跟抵抗之弧你怎么能消耗得了呢？所以说他也不是一个国家名义，所以说呢，美以两家想不被这么牵制消耗，也需要开辟另一个战场。感谢小马哥刷钻戒。就是现在他俩在红海呀，或者在东地中海的被的牵制，在加沙被牵制，这极其难受，对经济打击消耗非常大。正常来说应该是开辟另一个战线，你不开辟也不行，真主党在那几线四面楚歌，这种消耗方式高谁也受不了。所以说你要是不交白旗不投降的情况下，你就得开辟第二战场，第二战场没别的地方，离得近的只有这儿，只有这儿可以打。所以说呢，现在的整体战线来对美以来说呢，你消耗不起，打又有点打不动，完了不打吧你慢慢放弃。所以说呢，现在各个国家都宣布要撤侨了，连俄罗斯对俄罗斯的公民都宣布啊，警告不要去黎巴嫩了，加拿大完了，美国全部宣布了，今天沙特阿拉伯也宣布了，将近得有15个国家宣布了。但是不用着急，听七哥说，咱家没宣布，咱家只是警告，没宣布撤侨，明白吧？没宣布撤侨，等一等，等一等，对。没直接撤侨，完了新的维和部队过去了，对，新的维和部队过去了。但是七哥告诉你，我今天也找了一大堆消息，从这个内外部来看，就这场战争我昨天也说了，肯定得打，早晚得打，必须得打，必须得打，这个地面必须得打。但是以什么形式打？就是现在是干嘛呢？现在大家是集合力量，武器、弹药、空中力量、地面力量、防御攻势，现在都开始了。现在搞这些呢，因为中东的演变一定会很快。所以说呢，从战略层面来看，感谢小马哥，还得等一等。我认为眼下还没有那么快，虽然部署都开始了，但它也需要一段时间，还有美国的大量的给以色列援助的武器还得源源不断的往过运，因为这战争可不像个加沙，
这个战争非常大的，我记得没错的话，2006年以色列跟真主党干的时候，以色列出动的战斗机架次将近2万次。什么概念兄弟们？将近2万次。最后以军地面部队竟然被黎巴嫩摁着打。6000以军特战队差点没他妈光全挂了。所以说我今天的战略预判还是一点，空中力量他们优势大，但是没有用，什么用都没有，什么用都没有。所以说呢，地面部队一打，哎，那时候就好玩了，就好玩了。你看真主党怎么干以军，哎，哈马斯是给地道里出来，拿个反坦克哐哐壳，小视频一拍，你看真主党怎么搂他们，到时候就爽了。真主党全带视频的，全带视频的，真主党干的老美那无人机也带视频的，全带这玩意儿的。到时候对，必须干翻，你记住七哥这句话啊，不干翻你找七哥来。前期也许他们哎空中啊占点优势，但是防空导弹现在各新型武器全往那边用呢，全往那运呢。我跟你说，珍珠党慢慢啥都有。珍珠党现在是也，我跟你说谁呢？哈马斯敲开了以色列的大门，珍珠党那是直接能把以色列干废的，直接能废了以色列。而且这过程当中，战场一定会蔓延到戈兰高地。戈兰高地谁参战呢？伊拉克跟叙利亚，他俩的背后谁呢？伊朗革命卫队瓦格纳。听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早就准备好了，这方面全进去，完这方面一进去，那他妈一打就热闹了。所以说呢，小乙，我还是奉劝你一句话：两国方案是唯一能救你命的。这个世界上保你的只有东方，别人都他妈逗你玩呢，都想整死你。内塔，你糊涂啊！你真他妈糊涂啊！你他妈死到临头了，你呀、啊，你呀、啊，真的。所以说现在不听不听不听，以后他就知道东方才是他，才是最向着他那个。这次肯定炒鱿鱼了。所以说现在的主体战略啊。现在的主体战略，不管咋说啊，他不管说咋玩，现在主体的战略这块肯定是一定干，因为西方宣布什么撤侨啊、警告这些东西很明显，西方也得到消息了，以色列那内政部已经批准了啊，内塔那块呢，美国那块呢问题也不大，先去帮美国给住嘛，美国据说也向东地中海开始各型军舰也过去了。不管咋说，这仗肯定得搂下来了，你不搂不行了，就是被迫，他们还是那句话，是被迫打的，没别的招。所以说呢，当然了，这场演变我还是七哥那句话，别看好像这小地方不大，对咱家的体格子来说也撑死是个小规模战争，但是七哥告诉你，这是打变局最重要的一环，是中美博弈，两强斗一霸，东西方博弈最重要的一环，这一环主要你要能把它占住优势，你基本上是连续性的这一环，因为这一环的对手是美国以及以色列，是全世界最大的昂萨集团以及犹太集团，这两个二战后的所有各项秩序就是他俩制定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别以为啊，咱家跟老美干起来才是大事，这种博弈不是那么看的啊。这场战争的升级，剔除昂油集团在欧亚势力是最重要的一环，这块必须干出气势来，让全世界看到，必须的。这是从伊沙和解到现在
一年多的时间，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演变的快不快吧？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演变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说呢，当今的世界格局演变特别快，但是还是七哥那句话，有一点啊，不管咋说，接下来的整体战略方向，我还告诉你，东方在中东基本上已经压到底了，没有任何撤退可言，而且是层层加码。咱们在自己家门口都没压这些住，那在欧洲更不用说了，一般都是政治外交方面的，但是在中东那可是费了老心了，这回明白了吧？因为当时我说过一句话，这边咱们捏住以色列在中东，老美要捏癞蛤蟆，那咱就狠捏他，他捏癞蛤蟆，咱就围倒，咱们就更进一步，因为咱家有地缘的优势。什么优势？癞蛤蟆，这不就在咱脚下吗？想咋玩咋玩，这块不着急，老美怎么战术挑衅，他也占不着优势。但是小乙不一样，小乙孤零零的在中东，就他一个，没有外援，他的外援只有一个美国，而且离他将近半个地球那么远，跨越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干到东地中海，完了又干到东地中海，才能到小乙家。所以说呢，从战略层面、运输、后勤保障等等各个方面加地缘，咱家已经赢了。你就是不说别的，就这个层面上咋玩都赢了。就这个层面上，老美家给这儿吉勒咕噜干到他妈妈直布罗陀海峡到地中海，东地中海这儿他妈到以色列干了半拉地球。完了，以色列周边全你妈是敌人，没有一个好人。你看，这不搁这摆着呢吗？咱家这啥这小玩意儿，这不就是这咋的？这能一样吗？这能一样吗？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就明地缘，老美捏他，咱们捏他，你说谁狠吗？对呀。你这能一样吗？所以说呢，这他妈的小乙给这块，你说现在是不是反噬老美，反噬的最狠的啊？还有一点呢，小乙确实，小乙确实让老美在中东省了不少钱，实际上让老美在中东赚的盆满钵满。小乙就是中东老美最早安插的一个打手，老美赋予他能量，老美拿个小药针给小乙一顿打针，小乙来精神，拿着美式武器在中东狂轰滥炸。美国在中东实际上省了很多钱的这一点，但是今天反噬美国最狠的也是他，拉着老美陪葬的也是他，因为你这个角色注定了你早晚得反噬到美国本土。俄乌怎么干也不会影响美国本土，但是巴以以色列中东战争必然会燃烧到美国本土。很多人没意识到的一点，包括美国大选、大学生游行所有的东西，接下来援助武器、美国内部分裂以及各个党争加各个派系加犹太跨国资本、底层共产阶级，这都会影响美国内部。只有以色列有这个能力影响美国内部，不一定说是内部以战争的形态，但必然造成内部巨大的矛盾。所以说呢，搂住小乙，老美蹦得不了。所以说呢，阿盟宣布珍珠党解除恐怖组织的这一消息，基本上中东最后一个环节完事了，接下来没有别的，大家赶紧武装珍珠党，那边呢西方武装以色列，接下来开干。这是代理人与反代理人，层层代理人，对，两个代理人开干，
他俩干意味着中东是东方赢还是西方赢，他俩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的力量。这个手腕掰赢了，未来能保你在中东，在21世纪赚的盆满钵满，你的话语权基本上就立棍了，而且是必须掰赢，没有任何撤退可言，是必须要赢的。所以说呢，中东的演变局势在加速，中东是中美博弈最核心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必须拔出去，拔出去中东才能大团结。所以说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点来了，双方都在拉拢了，都在，你看以色列也跑美国去了，要武器去了，哪边都是蠢蠢欲动了，大家也开始宣布撤侨了，也警告公民了。不管咋说，中俄的维和部队新的批次也到达了。不管咋说，接下来干肯定极其惨烈，一旦干起来，前期以色列空中优势肯定是大的，不用想，美国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是大的。有加沙的时候他也是空中优势一直大，但是地面部队他是个瘸腿，啥也不是，你就记住这句话。但是他面对的这个远比加沙大得多的一个真主党，而且军事力量、人员素质或者是数量各方面都是碾压级的，都是对哈马斯形成碾压级，所以这个事儿有的玩了。但是为什么要这块必须干呢？不干以色列的地盘会被蚕食，他抢的地方会被抢回去，完了戈兰高地他保不住，他只有干他才能保，他要的是保地盘。两强东方这边要的啥呢？实际上地盘没那么重要，是要打败他们，打败他就是打败老美，打败他什么地盘啥都有了。所以说呢，这块是必须的，而且他们不打这边，还是齐哥那句话，也得打他。感谢东东家家刷穿云箭，对，感谢啊。对，所以说呢，有都没有。现在关键的一点，以这个战略出发点，稳步推进。接下来中亚峰会开了，三哥很识趣，他没去。大帝、埃尔多安、卢卡申科，全整了。完了，今天还有一个重磅消息。白俄表示，乌克兰啊士兵加北约换装的士兵正在向白俄罗斯边境靠近，而且美式装甲车、美式装备、大批装备往这边走。完了，白俄罗斯又说啥呢？华盛顿已经下令波兰跟乌克兰随时打击白俄罗斯，抢白俄罗斯地盘。看着这句话没有？这句话你要听，按照新闻讲。实际上不对，这是谁报的呢？白俄罗斯报的。但七哥要跟你说一点，乌克兰他妈让俄罗斯揍这逼样，他还有兵力跑那嘎挑衅白俄罗斯，这事儿本身就他妈扯，这事儿就有点扯。对，他还他妈揍那逼样，还他妈跑那嘎挑事那个去，这本身就扯。这是什么？这是接下来欧战开启之前，大家在道义上、正当性上来建立自己的一个舆论阵地，明白吗？北约挑衅白俄是必然的，但是白俄参战的信号也是必然的。也是必然的，这是白俄故意说的，白俄故意站着道德制高点，故意说白俄早你妈就武装完了，这个是下一步的一个战略走向。你妈乌军扯犊子，他能整啥呀？现在的问题是啥？是关键，大家都知道，跑不了的肯定得参战的，哪个也跑不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上面给自己来一个拔高，给自己拔高，说你他妈上我边境，你先整我呢。所以说呢，你这方面看这个形势不是很妙，但是呢，卢卡申科到中亚开完会，这个基本上也能定下来很多。但是有一点啊，这是必干的，因为80后这块整完了，走完了，大地跟80后这块签完了，军事这块签完了，
白俄这边的动向一定下一步是往那边走的。80后这边，路透社西方媒体报道是80后这边7月份将派工兵就到建设去，打后勤去。哎呀，不管咋报道都没有用。现在呢，他们搞建设给后方，80后挣点外汇也是可有心可原的。完了呢，还有一件事儿，俄罗斯在大规模在非洲招募士兵。大帝现在不想干合同兵了，要国防部的合同兵不想干，要干啥？雇佣兵。大帝也要玩混合战。完了，大帝出啥呢？源源不断的大导弹直接洞察他们后方。中非共和国马上与俄罗斯签订驻军协议。尼日尔俄军刚给美军撵跑上中非了，当时我就说了，中非马上就得成型。对，俄罗斯在一点点拿下非洲，真他妈牛逼，不佩服不行啊。俄罗斯的前线顶他妈这么多国家，到非洲能玩的这么游刃有余，竟然把美国法国全给撅出去了，接下来英国这些玩意全得撅出去，而且这不服不行啊，说实话全整出去了。完了到非洲去招募，完了呢瓦格纳在这招募直接训练，瓦格纳呢这头又他妈的训练，又是到前线指挥珍珠党，完了叙利亚士兵给中东，完了呢那边呢训练谁呢？白俄。你说就这一个瓦格纳，你这一共那点人分散夸夸可哪训练，现在玩的嘎嘎起劲儿。所以说呢，跟朝鲜签订完了，后方不管是炮弹的中转站各方面全整完了，完了大帝基本上没啥后顾之忧了，完事儿了。80后这边派人给远东，不管是你是拉炮弹还是拉人，接下来肯定都得板上钉钉干前线。这一块也准备好了，武装完了，白俄又武装完了。完了呢这一块是最重要的，中俄的集装箱中转站正式成立。哈萨克，你看哈萨克啊，咱们从克拉玛依到哈萨克就这远前。哈萨克到莫斯科，你看着没有？你看这地儿，这他妈比远东可近多了。这地儿啊，你看着没有？这块一个中转站，这块远东一个大后方，完了这块一个武装完了，完了瓦科纳在非洲，中非尼日尔咔咔全拿下了，苏丹也驻军。所以说呢，现在俄罗斯大地啥呢？四面开花来一个。这边呢核潜艇编队还给古巴呢，你看着没有？你看这玩意儿，那个核潜艇编队给英国苏格兰呢，你看着没有？两个核潜艇编队把两个昂萨别上，其余的到非洲端他们老窝，完了利用远东跟哈萨克中转站开始咳了。这种布局真他妈牛逼，不得不服啊，从地缘层面来看。所以说大帝从来就没想过停，没想过任何停战的事儿。他们说了下什么和平协议可以谈，但是有前提条件。他妈每一步都是为了接下来的战争做准备，没有一点停的意思。所以说呢，从这方面看，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所以说呢，白俄现在试图在占领道德制高点，要以乌克兰入侵他出兵为由。白俄这个地方，七哥跟你们说过，这个地方就跟他妈个剪刀似的，太狠。他这地方我没说吗？大帝家得回他妈有卢卡申科，没卢卡申科那被渗透完了。你看白俄这个地方，我操，怎么瞅我这张大脸呢？操，真是白俄这地方，媳妇，你看离基辅，你看这是基辅、明斯克，这白俄，这利沃夫，你看这地方有，据我知道的，俄罗斯的特种兵，以前保卫莫斯科的特种兵20000，俄罗斯的所有，除了战略核武器，所有最牛逼的武器全搬到这里，太多了。这个地方要是下来，切断利沃夫从后边包围，你看这家吓人不呢？你看这家吓人不呢？啊！如果
北约敢在这块来，这块就是一个直接下。所以说北约你他妈要是真上这块来干，你他妈后方是不稳的，后方是不稳的，北约你必须得考虑他呀。白俄有啥呢？硬不硬呢？没那么硬，国防军15到20万，关键是瓦格纳从去年就开始训练，各种演习，各种训练，空中地面成天演习，完了战术和武器啥都铺上了啊，白天鹅战略轰炸机这都整上。所以说呢从这方面来看，白俄这个地方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呢，不管在哪儿看，现在大地这块是游刃有余，但接下来就看对手是不是那回事了。欧洲现在最难的啥，兄弟们？因为东方这块全确定性都已经确定了啊，中俄一基本上确定了，伊朗大选完事就全确定了，没啥事，伊朗大选不完事也确定，哈梅内伊在一样的。但是关键是啥呢？西方确定不了吗？老邓自个儿都快被董王端了。刚才我开播前我就说了，董王在数据选票上已经赢了，老邓已经输了，但是老邓背后是庞大的资本集团、舆论媒体、军工复合体，容易把他给端上去。老邓不靠那点民众的选票，老邓靠这帮顶层精英就能给他端上，继续端上总统宝，总统上。董王他太认真了，玩政治。董王实际上上次就赢了，他就被人家给玩下去了。对，感谢中东大厦的刷的跑车车队，他就让人给玩去了。而且董王说出那句他认为能打击到老登的那句话，虽然不是真话，他说我们美国不应该与俄罗斯、中国为敌。董王的意思是，你老登跟中国、俄罗斯为敌，最后中俄抱团把你收拾了吧？乌克兰被揍了吧？贸易战打输了吧？董王的意思是，老登你没玩明白这一块，你玩砸了，我要这么说。但是董王这句话说出去之后，基本上在跨国资本跟军工复合体这块就滚犊子吧，你凉快去吧，你我们还是找个木偶吧，还是找老登吧，这人机分离，听话让他干啥干啥，你这他妈不听话呀？啊，咋的？不打仗了？玩啊？啊？所以说七哥告诉你，董王正常选票100%赢，没有任何的啊。但是他这种表现难赢在哪儿？都知道老登是他妈机器人，给全世界丢人，但为什么偏偏民主党就不换人，就整这个机器人恶心大家呢？还是背后的资本集团够强大，向世界告诉我他妈就扔个机器人也好使，而且我让他当他就当，我不让他当他就不当不上。你整这个玩意儿不就干啥呢？啊，对呀。所以说美国的背后力量，跨国资本集团太强了，太强了。美国的军工，七哥告诉你们，8000多亿军费都干哪儿去了？每一年，整个美国国家机器使劲干，干一个万艘驱逐舰都费劲，一艘航母整10来年。你想8000多亿军费，那天我一看他这个海陆空花的，我尼玛的，就我细节就不念了。七哥告诉你，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失效了。不是内部什么资本派跟民众底层红脖子这些，你们都没看到本质。美国快他妈成军阀了。
美国海外800这个军事基地，各种印太，这儿司令那儿司令，美国的派系军事里边已经不受控制了。你他妈能听说堂堂世界第一大扛把子，号称给叙利亚偷小麦，偷完石油偷小麦呀，美国花8000多亿军费养着这帮玩意儿，8000多亿军费占世界40%啊，偷小麦，你能想象得到？这他妈不真刺安禄山养着这帮爹，我操，你玩这个，这个明明是很损害美国国家形象的。美国虽然是这么干，但也没有说的你放任士兵天天让人给他妈拍照，你给他偷这玩意儿，那点小钱，我操，美国那么8000多亿军费，9000亿军费能在乎这玩意儿？就一种可能，美国军事特别是往下级走的时候很难控制了。我跟你说，美国部队在海外驻军的这帮玩意儿贪婪程度远超乎咱想象，而且慢慢在失控的路上，而且当地的军官也都参与其中，根本不听你指挥，他们卖的这些东西都揣自己包里边，明白不？老美的国家机器不听话，这他妈是主因。老美战争这些年，他妈海外派出800多个军事基地，为所欲为。老美自己在袒护他们，导致他们一步步做大，给韩国、日本犯法的美国大兵强奸杀人的，哪儿他妈有判死刑的？都是要不然直接放了，要不然判2-3年交俩钱保释出来了，都他妈这么惯出来的。老美这艘国家机器不在于他国内的什么红脖子中产，什么国内零元购，他最大的问题是军工复合体控制不住。从上谈到下，你想想，一个国家占世界 40% 军费，现在就打这种综合实力，我操他妈他的问题大了，我跟你说。嗯。而且他的军工包括 CIA 跟以色列摩萨德这帮家伙给一块互相骗美国总统的钱，美国国会的钱，这帮家互相玩，都是妈的整个一窝，对，互相玩，给阿富汗战争整他妈多少年，就骗美国国会钱，看多少钱，给阿富汗花了整整2.6万亿美元。你要不然你就能想象得到，一个大国像美国这种大国，号称自由民主的大国的士兵在别人家偷石油偷小麦这种事儿能爆出来。即使瓦格纳整他也不能，瓦格纳虽然是雇佣军在外边，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丢俄罗斯的脸呢，大地不整死他。他们是你抢地盘可以，但你得是抢美西方的，你不能抢当地的，你抢美西方的最后跟当地分行。那咱家的呢，那更不可想象，什么开玩笑，那不是伟大不掉了吗？你整不了了，对。明白不？嗯。所以说呢，美国的问题很大，兄弟们。不要把美国想的说光他妈昂萨他们这帮斗，美国这么多年，我跟你说，特别美军驻军这么多年，站到比别的国家那个，他就是他妈的老大，他说了算，这么多年演变一点点的。我说美国军队太分散了，指挥方面我没说吗？美国军队太分散，所以说他这么玩下去美国会失控的。二一个，老美为什么迟迟说不下场，或者是有点胆怵，或者是拖延时间，
我跟你说，跟老美这个军工体系都有关系。老美心没底，老美心没底。就打，假如我刚才说的，老美特别怕一点，在中东，他的海军加空中战斗机，万一哐哐让这帮珍珠党抵抗之虎哐哐都给凿下来，那咋办呢？老美还活不活了？老美就认可夹个尾巴跑，跑得远远的，最起码我还能，大家还感觉我还有点余威。你别看我跑，但我这玩意儿在这儿呢。我要不跑，天天被揍，这玩意儿可不行啊！那玩意儿一点威慑力没有。所以说，今天老美说了，老美最大的战略失败是啥？全面制裁俄罗斯，导致整个西方的供应链、产业链、能源、货币方式突然折腰，这让欧洲跟美国损失巨大。俄罗斯统计已经损失了将近2000多亿美元，而且今天美国司令，美国参加阿富汗战争的一个司令直接说，由于跟咱家的中断，各个领域的贸易中断，导致美军包括航母这个那个的所有零部件中断。就说白了，中美一旦开战，中国给老美全断了，老美自个儿补不上，老美波音呢出问题，航天上去出问题，你妈的全他妈漏气，那老波音天天往下掉螺丝玩，狂狂的。所以说，老美建立的全球化产业链，老美亲自割裂了。老美家给咱家进口太多东西了，就军事方面，防弹衣各个方面的，甚至他妈的你各个方面他大型军舰的零部件啊，给咱家进口老了。我没说吗？老美还得拿着咱家给他组装的零部件跟咱家干仗，你可以想象这种事儿啊。所以说，老美制裁俄罗斯之后，实际上西方的产业链已经被打断了，而且苹果撤离咱家走的时候，苹果当时感觉到事儿不好，苹果走了大部分份额，但是咱华为 Mate 60横空出世，一下补了苹果上下游的产业链，华为又给承接了，华为救了大部分中国企业，产业链又给他妈接上了。所以说呢，那比亚迪新能源一出来，又把这个所有产又盘活，新能源又盘活。所以说，老美主要离开咱家，咱家能衔接上，但是老美跟咱家断了，老美没根儿了。Mate 60的横空出世，不光是芯片的突破，自主芯片的突破，七哥告诉你，是承接了上下游几百万人就业的一个产业链，这是个庞大集团。咱家各个行业都得出现华为这种的接下来。老美，你主要你敢玩，你敢脱钩断链，我他妈就敢给你补上。老美，你脱一个钩，你他妈的瘸一条腿，我再补上一个。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对，所以说你从战略层面上看，老美，你敢，主要你敢走，我就能补上。谁都如此，连他妈苹果手机走我都能补上。华为鸿蒙系统这回自主这个出来了，给谁又救了？给小米这些用安卓的又救了。没有华为，老美要是把华为真干趴下，接下来就得干咱们所有手机厂商。因为啥？他们都是安卓。华为鸿蒙系统出来了，承接了这个，他们敢干安卓系统的，鸿蒙直接对接，不敢干了。实际上又把这咱们国内这帮又给救了。所以说华为他妈伟大，太伟大了。对，所以说呢，现在这个点大家肯定没看到这里边深层次的原因。对，实际上老美摁不住华为，那一刻老美在科技技术领域就已经输了。
正常老美没有失手过，在华为这失手了，就已经注定他所有的全盘最后全得被干瘸腿儿。一样的，这次他又摁比亚迪，又摁他妈新能源，联合欧洲这那个没有用的。七哥说了，他们美西方市场确实不小，但是七哥跟你说，新能源还真他妈最适合啥地方？最他妈适合这个一带一路国家，因为都南方集团，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热。新能源适合热的。二一个，不一定咱家新能源非得卖给老美，非得卖给日本，非得卖给德国。我们到中东分食你的销量，实际上就是干你去了。我们俄罗斯份额占90%进出口，就是干你们奔驰、宝马、奥迪、丰田、本田去了。所以说，他们还以为把自个儿家捂住了就稳赢了，就能保住自己的企业吗？你们那些车都是全球市场，光靠本土市场，你他妈死透透的啊！你他妈捂住了吗？到别的地方干死你呀、啊！这个二一个，你们不是，关键是他们才对，所以说呢，就是他们才，他们想的东西吧，脑回路吧，就一直就是说感觉让驴踢那种脑回路。他们建的产业链，他们不玩这个，他们把自己捂住了。你他妈能捂住了吗？这是全球化的玩意儿，你捂不住的。所以说，特别欧洲那帮大冤种又来个第15轮什么制裁俄罗斯，我就实在是好玩好玩，继续让他们玩，他们天天就会制裁。美国的战略家说一句话很正确，说美国现在就别老提制裁，因为别人都拿你当笑话。美国从制裁伊朗、朝鲜的时候，确实古巴都嘎嘎有用，当年看大家都行，谁都怕他经济制裁。老美因为经济制裁省了很多钱，什么省了出动武力了，但是直到俄罗斯这次失败之后，老美你就是个笑话。你制裁那些小国的时候为什么成功呢？中俄默认了，不是老美牛逼，就朝鲜那玩意你美国能制裁得住？咱家一句话就放开，让他咋发展咋发展，让他多发达就多，要不2000多万人，是中俄默认了。老美以为自己牛逼，这中俄不默认了，你他妈是老美一制裁全失效了，全失效，啥都不好使了。老美你才反应过来，七哥说的话对不对？咱家不默认他，他狗嘚不是个玩意儿。制裁俄罗斯调起多高，好几万项制裁呀，咋的了？咋的了？经济垮了吗？没用了，再提制裁俩字儿就让人笑掉大牙了，没有用了，这一套我们手段什么都没有用，石油也保不住了，石油美元基本上了，那还有啥呀？军事这方面，你妈的都快成军阀了，美国军工系体系。全球产业链打破了，自个儿零部件都补不上，老美咋的还想建个厂，自个儿再开工厂整零部件啊？你那么美国爹工资你都开不起，土地你都拿不起，重新整起来没那精气神了。老美工业这玩意儿你甩没了就是没了，不存在再恢复回来，你已经躺到金融滥发美元那个纸醉金迷上好几十年了，怎么可能回来干体力活呢？而且这个成本是你承受不了，你怎么竞争啊？你产业链你不健全。所以说七哥你说老美迟迟不打仗，整了几艘破航母摇头尾巴晃的，
联合这个演习那个演习的，实际上演习越多又暴露了他在这方面现在的短板太多，老美自己知道，老美自己知道。所以说这不管从哪方面看，咱家的战略就这种抽血式的战略是最对的，是最对的，一点点耗他，一点点耗他。所以说呢，大地这块联合朝鲜、白俄，完了中俄的集装箱中转站在哈萨克斯坦，一旦启动，完事儿了，游戏结束了。我可以告诉你，我都不用话多了，就这一个完事儿了。完事儿了，完事儿了。中基乌铁路完了，3号去塔吉克斯坦。我估计这块他也得去，这块全连上了，游戏结束了，就这一个，完事了。大三角，大三角，大三角，他的中间是他。老没水了，游戏结束了。对，就是他，没听错，兄弟们。所以说现在你们就是不管大家怎么说，我七哥告诉你们一点，两强的战略是稳步推进，而且刀刀见血，没有闲着，没有玩嘴炮，没有任何。咱家在联合国上昨天直接点名老美，你看了，说相关国家不，美方看着没有？别点名了，玩啥呢？老妹，灵魂发问。对，耿哥，耿哥，过不过瘾吧？啊，越来越直接，你根本不用在乎他，不用在乎他。我们七哥说吗？这些所有战略层面根本不用在乎，咋玩都咋玩咋有理。所以说呢，还是七哥那句话，这条线连上。是美西方够不着的中亚中心，以中亚向四周扩散。中基乌铁路，那天中基乌铁路，我七哥不给你们画了吗？中基乌铁路的构建是咱们中亚西亚，就是中东的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步，第一步这块是必须得搞起来。七哥再给你们看看，这个哈萨克，他这块的铁路它延续的中基乌铁路吧，实际上但没有啊，大家感觉挺远，没有那么远，就这么远，但是它会分叉儿，它会分叉儿，阿塞拜疆直接到土耳其呀，它会分叉儿，它会分叉儿，瓜达尔、利雅得、这回明白了吗？从喀什往这边画，开发大西北第一条铁路，喀什必然且飞，必然且飞。对，大西直通非洲，所以说呢，咱家所有的战略是稳步推进的，但是呢，老美这头依然没有。所以说呢，老美的冷战思维只要给他打破了，不玩集团型的集体对正面对抗，咋玩咋赢，咋玩咋有理。明白七哥说的那意思吗？即使现在玩集团型的，实际上也能打破，因为咱家是第一大工业国了。
现在的老美就跟老苏当年似的，对，跟老苏当年似的。咱家第一大工业国了，他咋玩？即使集团性对抗，这些国家也离不开咱家。老美能给人什么呀？就拿嘴保证啊，没有用啊，关键是啊，对呀，根本没有用。所以说这海路上前边不退，顶住他们，往死里来，陆路直接拿下，全拿下，打通，没跑。实力是一方面，本身实际上这些实力前提是建立在海空力量，就是咱们前边最起码能形成对他们的压制，就是海上，这是最基本的。你海上没有这个实力，那别的白费，你后边你也不好玩。海上能压制，你后边咋玩都行。对，还不如老苏，老苏也是那回事。但是现在老美呢上纲上线，咱家也逗着他玩。咱家那狂狂的月球背面这那儿呢，嫦娥六号回来，你看澳大利亚那说啥？月球月壤是全人类的，中国必须分出来。你看这帮蠢驴，西格斯说美西方这帮家伙是蠢驴，你还不信？他妈哪来文明啊？他们每一句都暴露着原始跟野蛮，每一句话都暴露着这反智都反到什么程度？那是人类的，你得给我。美国也说，你得给我。那不是脸，这平时跟你们想象中的那帮洋鬼子好像挺有素质的，是不是完全不匹配呢？实际上这个才是他们。对，就是特别搞笑，咱家遇到这种对手也是没招没落的。有时候你是跟他们小孩似的，他说完话你怎么只能嘿嘿一笑了。对呀，都这奏性。德国那副总理上咱家来，你不能支持俄罗斯啊！我可以制裁你，你不能制裁我啊！你不能这个，你不能那个，就是每一句话就感觉这个是这哪来的二逼的？这是谁家放出来的？你大小你也是个官儿啊！你能说出这种话，上来就指。就是感觉这没法回答，这蠢驴，我怎么跟他说话呢？他们是什么？他那思维从小教育是啥？就是我的都是我的。完了呢，你别以为他说这话是冒虎炮，不的，很正常。他认为啥？我们说了算，我们美西方说了算。你不能干这个，你不能干那个，我能制裁你，你不能反击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习惯了，说白了就是那种咱们说的那种傲慢。所以说欧洲那帮蠢驴必须让大帝往死里揍他，还得揍他妈三五年。对，啥时候给他们揍的，给那个高傲的那个脑瓜篮子耷拉下来的时候，你低头看的时候，你再跟他玩，到时候没事给他弹俩脑瓜崩，不叫唤了，你那小脾气呢？你在使横啊？对，这事儿得大地收拾他，得大地收，再收拾他两年，全趴，全老实。必须打服。对呀，所以说，你这帮玩意儿，你说，但是呢，咱遇到这对手也挺好，最起码这种对手，他们心里还是。啊，大航海的那种成就啊，我们工业化那种成就啊，我们苏联失败那种优越感呢、啊，冷战我们战胜那种优越感，挺好的，挺好的。咱们面对一个思维处在50年前的敌人，好事儿，好事儿。对，这玩意儿好收拾，这种的好对付。必须是降维打击，装备。
我操！这怎么这空调开这么大，他妈就不凉呢？他妈有病似的！天天供着他，咱们也挺累的。七哥告诉你们了，慢慢他们就明白了。慢慢他们就明白了，必须得有暴揍他们的，痛打他们的。所以说呢，俄乌升级，中东巴以的升级，这都是必然的。很简单，他们想停，有人不同意。我当时说过俄乌，我为啥说不能结束？没人同意，他怎么结束？大家都在指着这个场面上来较量，互相消耗呢。俄乌演变呢，就是两个集团的集体消耗，最后就是俄与北约集体消耗，中东也是，但是中东的烈度肯定没有欧战烈度大，白俄跟波兰的参战，这个烈度是相当大的，这个烈度。大地能扛得住吗？我最烦谁说大地能扛得住这句。我大地为啥要扛呢？俄乌前期被美英设计，打了4个反攻，瓦格纳叛乱，经济制裁1万多项，完了，乌克兰大反击，巴赫穆特绞肉战，俄罗斯都顶过来了，而且现在经济恢复增长是欧洲最快的，石油各方面进出口都没问题呢。咱家的商业基本上平替了美欧资本在俄罗斯，而且现在他们的凝聚力是达到冷战苏联解体之后的最高点。他的血条贼厚，别为他担心，好吧？别为他担心，现在呢，你去担心了，乌军精锐干没了，你又担心。我告诉你，咱家什么都没等，就等北约下场。那不是他顶得住顶不住的原因，顶也得给我顶，不顶也得顶，干的就是北约。不，你以为大帝想干北约呢？他这场战争必须得面对，你不干不行啊！这东西搁这摆着，因为除了北约之外，都要干北约。等北约下场那天。俄军的前线要啥有啥，要人有人，要武器有武器，要啥有啥。记住我这句话，我这话去年就说过。这是非北约国家的敌人，《稀土管理条例》的我看了，10月1号开始执行，20多条。明白吧？他是必然走向这条路呢，但是为什么中间有这么多感觉有点中立派呢？实际上是在政治外交领域拿话语权，在去美元上发力，在制造美西方内部矛盾。当然了，最后制造不了，他们集体下场了，那就干。但过程当中得是一点点来的，大国博弈不能一下子干到高烈度的热战。大家会用尽所有办法，都失效之后，最后的选择是消耗战争。对，2万人上俄罗斯前线，它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一点，俄罗斯这个国家吧。他虽听你说什么呢？他虽他是血条厚，大家都说你看拿破仑呢，法国，我还跟你再说一遍，法国当年带领的干过沙俄，德国干过，现在是美国带领整个欧洲，这不都是一个样吗？
但是俄罗斯吧，你说它地缘战略什么纵深够大，各方面确实是啊。但是你要看它这个，你要看它这个莫斯科，这他妈它才多远前啊？离他妈基辅是300-400公里。它的纵深呢，实际上俄罗斯的真正的地乌拉尔山山脉这边的东欧平原，它80%人口集中在这儿呢。它是集中在这儿的，俄罗斯为啥现在要开发整个700万平方公里的远东地区？为啥现在要开？这个就是作为大后方，这是资源的大后方，连接东三省，这也是咱们未来的一个资源中转站，资源中转站。所以说呢，它的战略纵深呢，实际上他妈的首都啊，包括圣彼得堡，这他妈都跟人家挨着的，没那么大。所以说大地必须要干出一个地缘环境来，这都不用想的。不管是高加索还是波罗的海，还是陆地面积，还是黑海，这都是属于被群狼俯视的。而且俄罗斯的资源能源他们都缠得还拉了，干不过俄罗斯自个儿就废就完了。但是还有一个，还是七哥那句话，这有个 bug， 就是董王，董王在数面上肯定是赢得大选的，但是在政治层面他不一定能赢。咱们也不预测他谁输谁赢，咱就说董王上来会发生什么。我说过啊，中俄呢对他俩谁当总统已经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因为啥？干倒霸权是唯一目标了。现在老美的虚弱大家也看到了，但是董王上来很可能实现玩他那个门罗主义。门罗主义这个东西，你说他好，他回去舔伤口，回到北美，跟俄罗斯握手言和，在乌克兰上他吃到红利，这样把欧盟剔除在外，他们不打了，对咱家不一定有好处。中东，也是以谈判的方式，亚太，他也不一定是好事。所以说，他要是握手言和，完了。跑北美舔伤口，老美要能接得住行，但这个事儿很难，因为跨国资本是不干的，犹太复国主义不干，很可能摁着董王到中东干一场。但是到中东干的前提，董王是稳住大地，明白吧？稳住大地。这个大国之间的变化是在这儿呢，因为要不然他在中东是没有赢的可能的，没有赢的可能的。他到中东干一场，他必须先把大地稳住。所以说，拿乌克兰的利益交换，完了到中东下场，最后跟咱家玩极限拉扯、军事对抗以及贸易战、科技战各个领域的。如果说呢，还有一点就是，董王让出癞蛤蟆，跟俄罗斯让出乌克兰利益，让出癞蛤蟆，拯救以色列。完了，他回北美填伤口，最后欧盟被扔一边，给欧盟干散架。但是这很难，因为董王他自己说了是不算的，很难。这种情况对老美好不好呢？如果老美能平安落地到北美，还能实现填伤口，那欧亚的霸权的多极化形势彻底改变，彻底改变。所以说呢，这里边有问题，这里边有问题。董王的战略是应该就是这个战略，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咱家是不可能让他回去，不可能让他回去。特别我说过，咱家的既定目标就是老美不残废之前，咱家最高的一个战略目标是美俄不能握手言和。我当时的原话是，美俄不能苟且是咱家崛起的第一项目标。所以说呢，他们只要有这方面的意向，咱家在中东推的力度会更大，或者咱家提前进入收拾癞蛤蟆进程，让他俩不能苟且。
必须把他拖下来，牵制他。实在不行，八零后，你就放开膀子给我干吧。所以说，咱家最终的牌还是一样。俄罗斯、中俄两家合作无上限，这不是说说的，各方面领域合作，经济各方面现在如果出现松动，董王上来，咱家一定会出手。你记住七哥这句话，一丝毫都不带停留的，不可能，必须把老美干残了才行，要不然不能让他回去。回去舔伤口不是好事儿，他回去可以大卸八块，要不然他回去直接扶持巴西，把巴西打造起来，打成第二个跟美国对抗的，那就是南美出现一个巨无霸，这是行的，要不然不行，要不然肯定不行，他要回去。巴西武装暴动，把老美家的资本全部剔除，让巴西完成工业化，直接对抗老美。老美舔伤口都舔不了。老美现在他就在整合北美、南美，他现在往这边整的。对，所以说呢，这几个点不一样啊，点不一样。当然了，这也是最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在这儿，就是美国大选，这是企鹅说的。但是呢，给俄罗斯让利益不是那么好让的，你光让乌东克里米亚拿着了，但是其他国家都加入北约了，早晚是事儿。董王四年下去呢，再来一个民主党上来还得干，明白吗？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很难办。他整下去，除非你董王，你他妈能把北约废了，这事儿董王能办到吗？大帝呀，人家是战略家，大帝就想趁着有生之年，打出一个地缘安全，保俄罗斯21世纪后半段的安全。大帝要是不反美，不对抗美西方，俄罗斯的作用没多大了。就欧盟那边制裁他，这边再不帮他，他实际上，俄罗斯实际上就是攻城锤的角色，最有利于他。第一，能持续战争；第二，非西方给你投入，不断给你投入力量、资金；第三，你这样才能跟北约抗衡。你除了这个，再也没有机会了。再也没有机会。大帝年龄不小了，这个年龄发动的战争，你想想，这不就是这么事吗？打出个地缘安全吗？他要不打，他自己能想到，他再是没事儿，他走了呢，俄罗斯是必被大卸八块的。他心里太知道。他心里太知道这事儿。伊朗的选举会有变数吗？没有任何变数，我都不关注，谁竞选了我都不认识。七哥不需要解读那些。我告诉你一点，伊朗接下来的任务重大。所有中转站全得通过伊朗，全得通过伊朗。但是伊朗呢，现在压力减轻不少。什么压力呢？阿拉伯联盟，阿盟站出来，减轻不少。卢沙野大使啊，我昨天都解了，我不都说了吗？
那给大使说的话其实很明显，就是太明白了。我再给你深层次的分析一下，我就没有两制了，以后不会提两制，一制是最基础的，要不然就军管。在法律上各个方面的词儿，它是不断变换的，根据它嘚瑟的程度、走向，包括老美怎么武装他们。还是我那句话，咱家不可能，虽然外部现在整挺好，不可能看着他完全把这周边这些全武装起来。你记住七个理由，咱家不会犯俄罗斯那种错误，俄罗斯是没办法。咱家是提前的，一定是提前的。哎呦我操，36个商品都挂上了，这帮这都七哥以前卖过的品啊。你们没拍的或者是复购想复购的直接拍啊，就这么多呢。我操，哇。这什么玩意儿，大脸了。对。所以说现在的基础的点，每一个东西，咱们现在我认为的啊，七哥就是我一直强调一点，绕过小开菜解决小开菜，就是绕过癞蛤蟆解决癞蛤蟆。现在，但是呢，现在的这个点呢，绕过他，凭啥绕过他？因为中东咱捏着一个，是这个原因，还是想你最低的成本呗，是这个原因。或者说呢，你到确实是老美他蹬鼻子上脸，这种战术挑衅的各方面，那咱就围点打援，还是我那句话，最终呢围点打援，或者是策应欧洲跟中东，牵制老美，咱家不动本身也牵制老美很多，就是围点打援，围完了消除他的所谓防空设施各种啊雷达设施全给他平了。平完了围，看鬼子咋表现。鬼子一直强调癞蛤蟆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鬼子这块儿，前两天给钓鱼岛又被咱给驱逐出去了。鬼子现在各个领域也是日元呐、跌破呀、通胀啊、负债率200%呀，汽车销量又下滑呀。鬼子现在是一身毛病，鬼子现在一身毛病，所以说呢，鬼子这块呢，是咱们想判断鬼子最终啥样，只有围癞蛤蟆才能看出来。只有围他，因为你不动鬼子，你第一岛链那是很难的。第一岛链实际上就是一个正当性。咱家正当性现在有几点，南海肯定是飞猴那儿，再加上癞蛤蟆那儿，再加上琉球。琉球的正义性就是根据二战波茨坦公告，完了根据这个琉球复国，琉球上的所有外国驻军都是合法打击目标，这个实际上就是为了未来啊掀桌子或者是热战准备的。就是这块儿我随便打。还是七哥那句话。第一岛链是必须是咱家的。不管咱家说的给全球什么影响力，单极霸权打成啥样，多极化有几极。那些全放一边。亚太化事人必须是咱家，东风导弹必须立在琉球才能保咱们接下来100年、200年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咱家的鸡肚子，人口密集、发达地区基本上都在这儿。你的前边是美日的军事基地，从上边日本鬼子到下边
小太太到菲律宾，在外岛完了到马六甲，看了这一条线没有？就是你想多极化，你就必须把鬼子捐到这里边，把鬼子捐到本土四岛。对，80后遏制日本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遏制千岛群岛，咱家从琉球遏制他本土，必须捐死，这是必然的。很多人没看到这个战略目标，但是这他也很重要啊，他是连着的。这个玩意儿竟然让飞猴子上那儿补给去了，他俩还能谈上？你就想想，我们说中华民族一旦拧成一根绳的时候，有教员这种人物带的时候，咱们一致对外，这个世界上没有对手。但一旦让敌人分而治之，想殖民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正常南海的权益，他应该跟咱们站一起的吗？你看着没有？连这权益他都不要，他竟然跟猴子整一块去。你想想，这就是美西方的一个代理人。所以说呢，多了咱不说，第二岛链咱也不提，七哥从来不提那些事儿，就这一块全部架上，加咱们黄岩岛填的几个岛连续下来，再加马六甲，完了斯里兰卡角漂，完了柬埔寨的金边，哎，完了马尔代夫，完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完了吉布提阿曼，我画这个点，这未来都是军事基地，咱们的军事基地全是沿着咱们一带一路下边的海路来的，全得是按照这个来。对，从上到下，这全得是咱们，咱们必须拿到这些所有的东西，这么多，对呀，全是上下都得遏制。对，这你必须得拿到这些的。所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琉球，这你不用想，兄弟们，你不用想说这玩意儿啊，怎么地，你拿下琉球就是把美军赶出来。美军你可以说你，哎呀，你也没失败，你可以在关岛，因为你对我没有任何威慑力，你在哪个岛都行，但是你不能在琉球，你愿意在哪在哪，跟我没鸡毛关系。实际上，咱拿下第一岛链，就是亚太基本上就空着了。南海加马六甲加上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这几个地方就基本上连上了。三哥你就不用提了，直接就包饺子。琉球现在老美已经把琉球的日本要负更大责任，老美已经现在大力巩固关岛，老美实际上军队没完全退出琉球，但实际上心已经在第二岛链防守了。老美为什么往前蹭，拿癞蛤蟆拿南海拿半岛说事儿？他想拿琉球当防线，他想掩耳盗铃，他给咱家制造这些挑衅，咱家一直瞄着的是琉球，他太明白咋回事儿。琉球是二战后他妈送给小日本的，70年代托管，琉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他只有靠琉球才能对咱家形成威慑，明白不？所以说老美他最终的防线是关岛，如果你玩大关岛你也守不住啊，一样的。但是说实话咱们没必要，我就跟你这么说，除了琉球，这边是西太平洋，宫古海峡这边是西太平洋，这边这些小破岛是没啥太大用，拿下这儿就稳了。咱们亚太这个全是往这边走了，谁他妈上这边干啥了呀？
全在这儿呢。什么时候拿下？怎么拿？经理说，得看中东、欧洲、欧战跟中东战争演变的过程，这个极其重要。如果伊朗的抵抗之弧以及俄罗斯打得好，把东方集团连起来，感谢刷的跑车车队，感谢雾，那这块就不着急，那早晚就该给外部就给他端了没啊。如果说他打得不好，咱们搞策应，恰恰是他们打得不好，咱们这块出手的概率才大，打得好咱们恰恰不动。但是你还是七个人一块，亚太是压轴，一动动全身，一战定乾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老美必须给我滚出亚太，这是最基本的多极化。你给别人都整多极了，咱自己家门口住着美军，你多极化啥呀？这是最基本的。看一个视频预言2026年轰炸东京，七哥告诉你们不要相信任何预言，预测还凑合，根据当下的一个战略走向可以预测短时间，预言呢纯扯淡。2026年鬼子，现在这个发展局势一天都赶他妈以前一年了，你跟我提2026去，2026有没有老美都他妈两把说了，那鬼子那负债率他能挺到2026吗？你那个预测，现在这种大局势能预测两三年以后的，我是不相信。七哥就搞战略的，我是不可能相信的。这明天说发生啥大事，天天有大爆炸性新闻呐。突发事件太你妈多了。那是纯扯一个人啊！现在这个你们天天关注这个，你还不知道吗？多快呀，老铁们呐！那些东西不能，你要说是根据当下这几个大国，哎，接下来你推测一下接哪个战场，那我就推测北约必须下场。我推测的，对，白俄、波兰的参战就是信号。我推测的，但是只是时间问题。是我为什么推测？根据地缘演变、大国博弈、东西方集团百年大变局势是必然结果，这是必然的，不碰一下子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中东呢？中东必须捏爆以色列，你捏爆以色列，以色列就得开辟更大的战场，那接下来就得干，停是不可能的，没法停，没有停可言，停谁停谁投降就等，不是他们说了算。对，不是他们说了算的。这东西在这摆着呢。伊朗偷飞机分分。外网传的那个什么玩意儿，伊朗什么玩意儿整的立陶宛的两架飞机说飞到泰国还加个油，又寄他妈立陶宛账上，又他妈飞回去。这个事儿我现在脑袋有点打鼓。我为啥在直播间没讲？昨天就有人问，我说出了这种事儿，立陶宛就憋着也不报，两架飞机让人给整了，这么贵的，也不一声不知，我还等官方，要不然七哥不说，对。我等官方，反正外网传的跟真似的，有鼻子有眼的这玩意儿。但是你说你们国家丢两架飞机那玩意儿，你立陶宛的媒体是傻逼，你们这都不说，他不是丢不丢人，那这事儿你是媒体，你得抓住这个热度啊。那玩意儿你最起码你得抗议一下子，
这事儿八成有点扯，但是往后看吧，反正这帮自媒体整的有鼻有眼的。七哥还是那句话，我不在他们官方，直接报道的情况下，我不说这话。你看刚才我说啥呢？阿蒙宣布珍珠党解除恐怖分子。昨天我就看到这新闻了，但我没看到正版，我没说。今天我看到正版，对，所以说我讲，所以说我说这个是大事。对，但是这会讲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粉丝也愿意听，挺好玩的，反正，给卖了啊，那是卖了，对，也挺有意思。意大利、法国帮助以色列是真的吗？帮助黎巴嫩是真的吗？肯定是假的。意大利跟法国站出来是替美国说话的，美国让他们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的。美国那意思，我你妈我的妈的，我航母都跑了，我就是不想让你跟珍珠党干，我要找美西方承认巴勒斯坦国，完了我再让他们支持珍珠党。的意思就是内塔尼亚胡你打不了这个仗，对，是老美玩的，但没有用，没有用。法国一定是站到以色列这边的，就最终他得开军舰到东地中海，摇旗呐喊，得象征性得有。对，但是他最终他参不参战的是他们的事儿。几个官方，黎巴嫩就一个官方，就珍珠党是珍珠党，黎巴嫩那个官方是官方。董王选不上后也要证明为非西方。董王选不上容易他妈爆发内战，我看到。董王上次国会山攻董王最后胆小了。国会山那给那个佩洛西那老疯婆子挡个电脑都给拿跑了嘛，当时。董王胆小了。我现在就感觉到美国这个国家制度他是控制不住董王。董王上去一顿撒泼打滚，这帮集团失去了对董王的控制，必须把他整下去。完，董王让这帮红脖子闯他妈国会山，竟然闯进去了，啥都他妈捞出来了，就感觉有点奇怪。美国这个国家的机器运转，现在我感觉非常奇怪。就像我刚才说他那个军事似的，美国就好像在失控的边缘内部。就是这种大手有点控制不住。对。就什么事儿匪夷所思的事儿都能发生。董王竞选没有对手，那是肯定的了。那是肯定没有对手。但是你光选票，你说那是。董王物理消失，但是现在他们，你没说吗？民主党使尽浑身解数给董王定重罪，这罪那罪的。你看，就拿董王一点办法没有。董王是美国总统唯一一个带罪、带重罪，人家还在竞选玩呢。你没感觉这玩意挺蹊跷吗？就拿董王束手无策，这他妈到底就美国的国家机器法律运转，你正常法律运转拿董王没招。你现在要把董王给整消失了，这他妈一下就容易控制不住局面。就现在就正常的能让董王进去肯定给他塞进去。对呀。所以说你这些东西它是问题在哪呢？就美国两党嘛，肯定也不想完全太撕破脸愿意看笑话，但一个不撕破脸也不行。董王回归这玩意儿，你他妈不符合很多精英层的利益。但是还有一点，
老登他也延续不了啊。老登即使选上，老登气数不长啊。嗯，奥巴马怎么不去选？奥巴马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在后边。嗯，但是美国这个国家机器运转到这种程度，还是我那句话，打不了逆风局，一打逆风局就一团糟那股。嗯，现在太逆风了，关键是。奥巴马当完总统了，谁他妈当最后老美都得完，老美面对。部的事比外部还严重。董王要是出事，物理消失啊，美国内部肯定是来一波。现在就是中俄两家，还是我那句话，嗯，他们内部谁不行，咱就帮谁，抬抬谁，反正玩呗，左了他也不确定。但是中俄的确定性目标就推翻霸权，现在是整体战略方针方面想改变很难，因为现在你美西方好几十国，你这东西在这摆呢，大家都明白，唇亡齿寒，这个世界大变局太大了，嗯，这个世界大变局太大了，咱家是以王道为主，但是你也别忘了，咱家还有一道叫霸道，也霸道，关键时刻。在中东这个箭在弦上，那家多霸道啊！那就给老登勒着上不来气儿，根本都上不来气儿。嗯，老登整这军演，咱家天天磕他，搁南海那天天玩。那所以说呢，你不管咋的，这航母编队他妈055大区全去了，你来玩呗，对抗呗，奉陪到底。那别没用，咱家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搁这摆着呢。还是战略上的优势在这儿呢。小飞内乱了天意，他内乱好几回了。嗯，内乱好几回了。嗯，小飞飞猴吧，胆小，仗着他们就是。你这玩意儿，你仗着老美的都是，其实内心都是胆怵的，都是胆小，狗仗人势嘛，这个东西。嗯，所以说你给他点教训，他会打鼓，心里打鼓。打鼓呢，内部呢胆小派，该说了，你得老实点，别嘚瑟。完了，过两天老美又来了，又给你鼓劲儿来了，打气儿来了，完他又来劲儿了，他又来劲儿了，对。他这玩意儿嘛是循环的，你记住七哥这句话，这就过两天又忘了，过两天又忘了。对，老美过两天又搁这来劲儿了，但是还是我那句话，他来劲儿了，咱第一次卸他大拇指，第二次卸他膀子，再不行断他头，玩儿呗，那玩意儿那家门口想咋玩咋玩。技术不进，对呀、啊，现在其实已经不是南海的什么主权问题了，世界看的不是这个，菲律宾早就站不住脚了。
就真是说那块你共同发展，你有你的利益，反跟你分一点也无所谓。现在大家看的菲律宾是啥？他是给美国要当代理人，他是美狗。不光咱家这么看，全在看他这个热闹呢。而且咱家不给他颜色，他蹬鼻子上脸，那南海那个东盟，你能都能镇住吗？大家看的根本不是说的你南海那什么争议，南海自由行，南海仲裁，谁也不看这玩意儿，看的是中美博弈，现在看你耍猴，看咱家对他手段硬不硬，拿他杀鸡儆猴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呢循环渐进，你接下来还得整他，对，很有必要的。今天我看那个视频呢，缴械那视频给我逗完了，这帮家一顿喊，那就是东南亚人就那样，热带雨林人们那嗓子细，嗷嗷喊，他妈跟他妈真跟猴子叫唤似的。咱家上去那家还端个枪，直接让咱给薅过来了，端个枪也没用，直接就给缴了。你这一帮玩意儿，你说这也真不够用啊，还搁那喊的。对，滋儿哇叫唤，一群猴，枪藏着不敢用，瞅着都给堵那了，看着就知道喊，啊，救命啊，这那个的，叽叽喳喳的没有用，堵那就给缴械，有视频吗？有的是视频，菲律宾拍的视频，你看看去，菲律宾拍的。老有意思了，他家人拍，让咱们给堵上了，跑不了了就。啊，咱老多视频了，给我逗完了。抖音那边有，抖音那边有，自个儿拍。感谢我亮哥啊，今天七哥就播到这儿啊，一会儿有点事儿，今天播俩小时，完了咱们自行散吧，玩玩去。哎，我白天播，你们知道在哪儿播的吗？没关注我小号关注下了，女粉群还没满呢，我要建俩女粉群啊。后会有期。哎，我那后会有期是哪次？知道啊，知道，行。男粉群过两天。拜拜。